现在穿的那个呢，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很重要的单品啊，是一个牛仔的裤裙，我觉得这件很棒，超而且超级紧超包的，你们看一下，背后背后都不用怕，你们这周都是小辣哦，有这样很用心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说真的很用心。我这两个礼拜逛网站都会觉得还蛮赏心悦目的，而且我这样看我们的画面，我们比例也太超好的，因为这件比较够短。跟你讲，因为它这一件，你知道我现在肚脐在吗？我现在肚脐在这，因为它这件来这件裤子，因为它是裤裙，对，因为通常我们想要找那种高腰的短裤，但是都会担心说。高腰的短裙就担心可能就是里面会走光，对，人会走光。其实这种版型才会适合我们，就是165以下的小女生，对，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好。但是我们通常在买短裙都会很担心走光，但这件很不会耶，你们看真的超好的，它里面是裤裙，想要的人真的05加1哦。对，它里面它其实是裤裙，但是它。最棒的是，我就觉得它够贴，够高腰，然后屁股会看起来很小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件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也是你雅姿。